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他很了不起是，我就是做演员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其他东西同一时间。我觉得我比较懒，他真的是很努力，他同时间可以做歌手，然后又演戏，然后又做兼职，然后每一个事情他也是做得很成功，所以这个我就是我对他是挺佩服的。